梅西的脚感有多好。梅西先随手拿起一个水果玩弄了一番，然后放在脚上就颠了起来，轻松完成九次，然后潇洒走人。新款战靴好不好？梅西用脚颠一下就知道了。整套的足球颠球考试对梅西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，躺着颠。躺着颠，花式颠球，颠球过人。